我们住哪儿啊？这边吧。这海景是真好啊。哇，轻松愉快。干点啥？搭帐篷呗。哎呦，还挺结实最近。没有，这哪能结实？拿帐篷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肌肉线条，这大胳膊。垫子。看着行动力。这个是一个帐篷的。我这看，这是你熟悉的东西对吧？哦，像老大爷帐篷的。让他走吧，来，走吧，去吧，走吧，我看你这去吧，去吧，还给他扔下去了。这不有个电梯就好了。那是地震了吗？这是。去吧，走吧。哎呦！哎呦，大帐篷呗。我觉得搞不定。这个帐篷他得给说明书啊。还好还好，没有那么的复杂。不是，哪一些是哪一些的，还是这些是一套？先给他支起来再说。他们两个，你们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。过不了一起去。那我们搭这儿吧，这大一点。再搭那边吧，往那儿走。我们往那边走。OK。这都是地钉。这是腿儿，那他就是中间的主管呗。啊，我觉得碰到这种我要疯掉了。嗯，碰到这我直接掰。是这儿吗？哦，找到了。哦，起来了吗？可以啊。太牛了。所以他这个要再钉一下，钉到外面。这个搞不定啊。你把那钉子斜着插，往外斜着插，这样插。向外斜着，那你的行动力太厉害了。有点厉害。Cool.